香港是一个由出世开始就住的地方，我觉得除了问问嫲嫲之外就答不到其他的答案。我的作品呢其实是关于香港这个地方的一些记忆啊和印象，很碎碎湿湿什么都有去夹在一起的，我们的记忆和印象就是这样，在找究竟这个地方是怎样的，发现东西呢是不清晰的，你可能只是记得少少那个框、那个 form、那个颜色、那个形态是怎样。通常咧系搭车嘅时候，静静鸡咁样喺个窗边就睇下一个城市系点样。咁所以见到嗰啲影像都系好快啊，完全清楚见到成个面貌系点样咯。